很不容易找走，你看 USB 的那些 LED 灯啊，灯珠没有坏掉，竟然是那个电线坏掉。用那个手机的电源线的那红正黑负，正负线去碰那个正负极，他也有去碰灯珠的，检测那个灯珠有没有坏掉。他这个他也，不容易操作。太细了，电线太细了，弯掉，你看，不容易操作啊，得来不易啊。不容易看到了，点近视哎。这个这么细的电线呢？有看到啊，真不。